大家好，本人是陈龙宇。那我们这段影片是要讲陈龙宇二零二零年卧室风水观念新诠释第四集。第十六个传统风水观念认为，床铺太低容易生女生。本人认为，室内空气污染包括微生物、挥发性有机物质、环境相。 烟、烟雾、石眠、室内燃烧物及油烟、放射性氡等等，因废气会往下沉，所以如果床铺太低，相对的接受到污染就比较严重，所以床铺最好要在四十五公分高以上，就是你的床，啊、哦。 距离床铺距离地面最好要大于四十五公分，这样子你睡觉的时候才比较不会吸到晦气，对身体比较好。第十七个传统风水观念认为，床下堆积杂物竹损胎儿。本人认为这原理跟第十六条一样。 好，而且堆积杂物会比较严重。第十八个传统风水观念认为，床上方压梁主病痛。本人认为，坊间的风水老师将压梁视为洪水猛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以后。 会在写，会在录一篇哦，专论压凉的影片。那床上方压凉不一定会发胸，必须人的身体范围被凉压到才会发胸。比如说像这个图，你人会睡这样子吗？那他就是压到头，所以他的头就会有问题，就会头痛啊、哦，或者头受伤之类的。 但是像这个右边这个图，它睡这样子，它的脚如果没有伸到这个梁压到地方，那它就不会怎么样。所以不是压到床不行，是压到人才不行。那要断出是何处病痛，就看梁压到身体的部位来断。例如头上压梁。 主头痛、腹部压梁，主腹部疾病。那我讲一个实例哦，我的有一个好朋友，他搬新家搬到台中，然后一年瘦了十几公斤。后来经勘查后才发现，他床上方有一个梁，那梁刚好压到他的肚子，所以他经常肚子痛，经常拉肚子，肠胃无法正常吸收。 那要怎么改啊？第一个，可移床位避开横梁，把床位移开啊，避开这横梁。比如说你就变成来这边，哦，或是这边，这样就没有压到嘛。啊，第二个，将天花板装潢起来，啊，让这个梁看不到。 第十九个传统风水观念认为，房间部分地理师因为要配合当事人的八字，而将床床位斜放，这个绝对是错误的论法哈。这样子放斜斜的。本人认为，床位必须配合卧室的空间及门窗的纳气摆放，而且床头要紧紧靠墙壁。 这个我们在第十四条的时候有解释过原因啊。将床斜放，不仅床头无法紧靠墙壁，更会导致卧室的空间成为不规则的机灵地。大型家具如衣柜等会很难摆放。第二十个，传统风水观念认为，坊间部分地理师说，睡觉时。 脚不可朝门，说脚向外，好像要被抬出去一样。抬出去的意思就是死掉了啊、哦。本人认为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阳仔的理论要以科学为根据，不要相信一些视事而非的说法。例如说头不能朝向西边，也是一个荒谬的论法。朝向西边，就像说什么归西啊。哦 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睡的时候，他的脚是朝向门这边的嘛？啊、哦，这一种就不会准了、哦。好，最后一个，第二十一个，传统风水观念认为，床位正前方安放镜子，出现在房间里的镜子就像摄魂镜，影响健康和感情外，更可能会影响财运、夫妻感情。 本人认为，坊间的风水老师说镜子会摄人魂魄，这是无稽之谈。如果镜子会摄人魂魄，那每天照镜子的帅哥美女们早就都成了没有魂魄的人。床位正前方暗放镜子，晚上醒过来容易受到惊吓，如此而已。改法第一个，将镜子移到起床时视线看不到的地方。 第二个，用布将镜子遮住即可。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